好，继溜滑梯之后，挑战楼梯。那你们走右边，我心里右边过来。他才九个多月大，好，你赶快上去。好，永腾挑战成功，九个多月大，耶、yeah, ！我们很厉害哦。好诶，要去当溜滑梯了。要爬的哦，不是我推你的哦，你自己要爬洞洞的哦。哇，你成功了耶！加油，已经从下圆坡到上圆坡。你干嘛那么快？好了，来来来。可怕，你要走了，好吧，那留下永腾自己爬了。